大家好，今天呢我们去干嘛呢？今天我们要去跟呱呱见面，然后去看一个美术馆。我跟南瓜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，见过几次了，之前也拍了视频，但是总是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个视频被我删了。这个的确怪我，是我太不小心了，这两个视频都侵权了，所以只能删掉了。所以这次的视频肯定不删，绝对不删。对于不知道南瓜是谁的人，南瓜是一个 UP， 超级超级可爱，应该是我见过就是长得最可爱的妹子，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。我跟她约在了地铁站，那我们走吧。你们别说，我真的还挺紧张的。我不管见谁都会非常的紧张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就前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，会在那模拟见面的场面什么的，就真的挺不酷的，挺不潇洒的，挺不成熟的。我们是约的在这里见面，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约的1点见面，现在刚到12点，来早了一个小时。不过怎么说呢，这个真的是日常操作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干什么都得来早，而且来早很多，我就老怕我中途出什么意外。这期间我们干嘛呢？我们先来观赏一下漂亮妹妹，大家喜欢哪位？我虽然没怎么看，只看了一点，但是平时关注的比较多的果然还是小七和超越妹妹。小七嘛，肯定是因为 ET， 而且她也是 B 站 UP 主。杨超妹的话，什么杨超？杨超越的话，感觉就是长得特别好看，而且我看过很多她的片段，就是她特别的真实，而且我觉得她的性格真的超好。我还给呱呱画了幅画，因为之前她每次都给我带好多好吃的，我都没怎么给她送过礼物，所以这次给她画了个瓜。可能有点看不出来，但是我这画的是他本人，因为他弹贝斯的时候真的好酷啊，好帅啊。对，我这个对焦也很垃圾，我帮你拿下吧。就是我也没有买什么东西。哦，可以可以，谢谢。哇，这个儿童节礼物。这种东西都可以当挂件，也可以。对，可以自己钻个洞。对对对对，或者把它脖子给吊起来什么的，然后就挂在我脖子吊起来。对，你的房间是有点黑暗。对的，你先帮我拿下，我帮你拿幅那幅画。放进去。你有没有东西可以放啊？或者我先帮你拿。可以先包，那等会再给我吧。哦，待会。我的天哪！哇，这线条也太……谢谢，太好看了。我有画草稿，然后用透视台再描了一遍。哇，木了！我一开始还以为你是就是比如说鼠绘什么的。哦，不是不是，我完全不会鼠绘，我就是只会手绘。太强了，手绘都是大佬，真的。我还羡慕你会那个什么呢？你那个是用什么画的？手绘吧。iPad 或者是玩这个 JK。哇，你们说，我是不是死了？这个 JK。我好像变态啊！昨天我是你这样子的，然后我的同学穿了小裙子嘛，所以就比较均衡一下。对，但是我一想你肯定不会穿小裙子。是的。我们买票了吗？哦，没有，这怎么弄啊？你知道吗？就去那边买就可以了吧。好，我们到了，这个就是这个上海什么当代博物艺术博物，算了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。哇，不过这种设计还很酷的，我很喜欢这种。对，工业风。哦吼，克莱因，哇天哪，我好期待啊！走吧。哇，你真的，你打多少？30。哇，才30块钱。哇，酸了。你要不要搞啊？不搞，感觉挺适合你的。教育互动区，是不是拍成1.2米？没有。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么……
这里吧。哦。可以啊，你说我们去哪儿？这附近真的没有什么好吃的。我觉得我们坐地铁去个商场什么的吧。这附近的话有那个，有月光，还有大世界，然后再往那边是人民广场。我不懂啊，你熟悉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。是月光，就是那个日月光吗？日月光。我们上次去的是哪来着？我记得第一次见面是那个日月光，是吧？是日月光，是一样的地方，对吧？对对对。那我们去别的吧，待会儿我怕又有什么视频侵权，有些阴影了。小心！为什么那么黑？角度问题，不是逆光。我早上起来就发现我泪流满面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是做了什么很悲伤的梦吗？泪流满面，就枕头都湿了，也不是口水，我确定。你确定不是口水吗？没有什么味道，然后整个街就很肿很肿，而且头发也很像流浪汉。没有啦，我今天就搞了一下头发才出来的。你看我这，你的头像像流浪汉，那我的呢？我的是什么？剃的时候也像。不是，各位，我这头发就山顶洞人吧，就好吧，就加上我这肤色，别人还以为是马路边那要饭的呢。艺术家的发型就这样，好狂野。哎。真的很狂野了，太狂野了。这边是江湖丁白丁，我们要去吃这家，走吧。应该开门吧？走吧。两位。我们点了份牛排骨肉、五花肉，还有这个炒年糕和水冷面。本来说是走了，结果他看到扭蛋走不动路了，结果反而是我刚练刚练。我跟你说，我要买爆，我赚个十个，我跟你说。我去买币。哪儿买币啊？我靠，没有，不会没有币吧？没有币哦，在这儿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他会出哦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投币，直接付。我好方便啊！先来吧，我帮你结账。好好好，来吧，来吧，跪下来，操作。逗我呢，二十四，嗯，牛蛋差不多好像都这个价，真的吗？嗯，哇，每秒奇遇尽在扭转之间。来，你想要哪一个？我都可以。是哪一个？好小哦，这个真的很小，我刚看了，已经是这个大小。哇，是男主角。
哇，可以的，不错，虽然有点丑，但我觉得这都有点丑。其实我最想那个弟弟，我也是奉献了我的资产，笑死了，戏精人。还穿森的俯卧撑，我太喜欢钢链了。在纠结是转这个还是转下面？给我看一下哪个？蜡笔小新。哦，蜡笔小新。或者是皮卡丘。我个人不太看蜡笔小新，所以我是赞成皮卡丘。转这个吧。好，转这个。来吧。那伊布。你要伊布？我要伊布。哇，伊布是很可爱，但都其实都挺可爱的。来，伊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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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也跪这儿了，直接跪这儿了。来吧，小火龙，小火龙也蛮可爱的，小火龙也不错，都可爱的。啊，小火龙！我以前玩的时候就选的是小火龙，是软的。哇，好大呀！怎么不会发出声音呢？你想让它发出什么声音啊？小鸭子，你学一下。是是是。哦哦哦。哦，这也不错，可爱可爱。就是以前洗澡的时候，不是会放小鸭子在水缸里吗？哦，那种。我跟你说，这样，就那种鸡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声音啊？给你跪。哦，我也不会学。你就扭一个吧。